啊，今天在这里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讲完了。那么刚刚已经讲了，《金刚经》是智慧的经典，最高的智慧了，可以讲是最高的智慧了，因为它直接用佛性来讲。这个当初的时候啊，在禅宗，禅宗到了六祖，到了五祖弘忍，就是以《金刚经》来 check 你有没有开悟。所以五祖弘忍把六祖慧能叫到房间来的时候，就是跟他讲《金刚经》里面的最重要的几个要点，说你得了这个，你就是六祖。这五祖传六祖，是以《金刚经》讲解《金刚经》，跟六祖秘密的传。